SHE 新世纪新声音，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让你耳目一新。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在休息之后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SHE 啦。SHE 呢，他们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子团体。对，因为其实呢，在我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三个小女生真的可以红这么久耶。对，2001年出道的 SHE， 他们自己一定也做梦没有想到，他们是华人女子合唱团，应该说华人女子组合里面的第一天团，而且这近乎二十年间是无人能敌的状况啊。那么 SHE 呢，他们三个都是歌唱比赛出道的，那当时唱片公司是设定他们是男朋友的女朋友，女朋友的好朋友，而且他们的特点还蛮特别的哦。因为其实在当时啊，歌曲应该说一个团体里，通常啊唱片公司都会把它组合成个性比较相近的人，对，这样子的样子其实是比较合当时的样子。那但是他们三个却特别了，因为他们三个人呢标榜的是拥有高中低三种声线，还有他们的音频不同嘛，也有三种个性。SHE 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就是 S 就是 Selena 嘛， H 就是 Hebe， E 就是 Ella， 那他们三个各代表不一样的意思。像 Selena 呢就是月亮女神，代表着温柔，然后呢 Hebe 呢就是青春女神，代表着自信， Ella 呢则是勇气的象征，因为呢她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火炬的意思。那 SHE 他们出道的首张专辑就叫做女生宿舍，其实跟梁静茹一样，他们也有点衰。他们的发行日刚刚好就碰上了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那个时候的媒体全部都聚焦在国际新闻，根本就忽略了三位小女生发片的消息，所以当然了，来参加发布会的媒体也门可罗雀。其实呢，就算参与了，当天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把这样子的内容放上报道的，要不然就是很后面的一个小版面啦，是真的很可惜。而且啊，当时同期出道的还有周杰伦那时候发行了第二张专辑《依然范特西》的袈裟，其实唱片公司都不敢保证说他们三个是否会受到市场的青睐，还好他的首播主打歌《恋人未满》让 SHE 一炮而红，而且这首歌还朗朗上口呢，而且内容他透露的就是那种半熟少女暧昧单恋情愫的歌词，马上就成为那个年度情歌，就是横扫了各个的排行榜，也算是当年很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那乘胜追击之下呢，他们的青春株式会社、美丽新世界等等的都是经典。那每一张专辑我觉得他们也算是一直有在开启新的话题。那现在的话，他们三位是开启了单飞不解散的模式，各自往不同的领域发展。像是 Selena 她就是往主持界， Hebe 呢就歌唱界，然后 Ella 的话是演戏的部分。经典曲目不用我再说吧，除了恋人未满以外呢，热带雨林也是很好听哦，自己很爱热带雨林。然后我后来才发现，什么热带雨林是方文山跟周杰伦联手打造的作品。然后以前还有很喜欢的美丽新世界啊，波斯猫不想长大等等的。接下来呢要放送的这首歌曲一定也是让人家非常的印象深刻，我觉得听前奏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先来听听这首 SHE 的歌曲是接下来呢放送的是2003年让他们大红大紫的 Superstar。 一皱眉头就心痛，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
Superstar 这首歌现在看起来的确当时就预言了他们成为 Superstar 呢。接下来呢是2001年出道的周杰伦，你知道刚刚我们前面讲了孙燕姿，讲了 SHE， 同时都提到了周杰伦。我想周杰伦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以来都是各大唱片公司的劲敌吧。对，你看连唱片公司都害怕他的依然范特西，那么这必然就是青春回忆里最重要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周杰伦很厉害的是他从暗恋可以唱到失恋耶。暗恋的歌曲像是2007年的阳光宅男，2016年的告白气球，恋爱的话还有就是这首歌曲简单爱，那个歌词都已经十几年了，现在还是很喜欢。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永远单纯没有悲哀。哎，你知道有时候在恋情里久了，有时候也会突然在想，哇，要是不经世事，然后没有这些现实的压力，回到那时候简单爱的感觉，天哪，真的很单纯，就很像学生时期的恋爱吧。我觉得简单爱这首歌可以很快的把我就带回了那种情境。那还有公主病，在2011年发售的。那么失恋的话呢，其实周杰伦也一路以来以不断的陪着我们成长，像是在现实面前都快要忘记爱情美好的样子，但这些歌曲却依然不变，像是黑色幽默、七里香、珊瑚海、说好的幸福呢，还有2014年的算什么男人。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周杰伦的七里香了。这首歌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而且我觉得非常的耐听，歌词也非常的不错。那我先前呢也做了几集周杰伦专题，那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到网络上去点选来听听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杰伦的《七里香》。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天哪，真的，只要男生弹个吉他然后哼唱这首歌，马上就想要嫁给他，这好像太快了吼，反正马上就可以进入恋爱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呢是2003年出道的林俊杰、张韶涵还有王心凌。其实很多声音都绽放在2003年，一个是林俊杰，一个是张韶涵啦。那2003年呢，林俊杰发行首张创作专辑叫做《月行者》，之后呢凭借着2004年的专辑《第二天堂里的江南》这首歌曲一曲成名。其实我都还记得我喜欢上这些歌手们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像林俊杰的话其实是曹操，东汉末年分三国，对，然后我就一直跟我妈说你看我在读书，然后其实我一直在唱歌。那小酒窝啊，他说这些歌曲也造成了很大的回响。2014年呢，林俊杰他以专辑《因你而在》荣获了第25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那在隔年，也就是应该说后年了，2016年再度以专辑《和自己对话》夺得了第2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还有演唱类最佳作曲人奖。其实林俊杰他的歌曲早期都是以情歌为主的，但是近几年呢就多了比较多创作，而这些创作都是以平凡的事情来鼓励大家。有时候生活工作觉得累了倦了，听了林俊杰的作品就觉得自己可以再次出发，再次的影响人生呢。那么接着呢，我就先来悄悄的小小的预告一下，下个礼拜节目呢我会分享林俊杰他的创作作品，他写了哪些歌，然后又被了哪些歌手演唱。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听听林俊杰的这首歌曲。大家注意到他的歌曲也是我个人很蛮喜欢的，一种是歌词，然后一种是很优美的旋律吧。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林俊杰的这首歌《江南》。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
你就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一秒有种感觉甜蜜。Hello，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新世纪新声音，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让您耳目一新。休息过后，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经典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香菱。刚才介绍的那些歌手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每一首歌我都会唱，就是2004年1月6号发行首张专辑的张韶涵。那他的首张专辑就是 Over the Rainbow， 他是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那代表的歌曲有遗失的美好、预言等等的。那么他的嗓音呢非常极具辨识度，也是让人们很怀旧、印象深刻的啦。因为不管是从流行到摇滚，还是民风歌曲、民谣风的歌曲，又或者是 hip hop 舞曲，他都可以驾驭，真的很厉害。歌手通常你要会唱抒情歌，还要快歌，但是在这两种曲风，应该说这两种类型之下，还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歌曲去做变换，我觉得非常的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听张韶涵的预言。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我之前访问婚礼摄影师老杜他的遗珠之憾，他当天非常希望可以放到这首歌，但因为碍于时间就没有放到。我们两个都是张韶涵的爱好者，现在就一起来听听张韶涵的预言。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啦啦啦啦啦！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你这放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就像是与月亮一起也看过这一天。我想追寻完美的世界。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却不像那样的真。张韶涵的歌曲呢，很多都能够让人朗朗上口。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是因为有很多歌曲都是偶像剧的歌。那其实他自己其实除了演唱偶像剧的歌曲之外呢，他还有戏剧上面的发展哦，这是蛮多歌手没有做的事情。像他的戏剧类的作品有 MVP 情人、海豚湾恋人、爱莎时期，还有我难得唯一一个偶像剧全部看完的就是公主小妹啦。奔跑的我让扭曲的可笑的其实开启台湾四大教主领军时代的最初人就是王心凌哦，她是甜蜜教主。我记得在那个教主里面一样有蔡依林是时尚教主，然后杨丞琳好像也是走可爱类的。那王心凌她是2003年出道的，我觉得她很厉害的是，就在我们逐渐减少听华语音乐的年代里，王心凌她都还是很努力的，没有放弃，也持续的有在突破。像是2012年推出的爱不爱，第十个王心凌敢要不敢要，还有他一路上也尝试了不同的风格，还有一些改变跟调整，我觉得都是大家看着王心凌就是一路成长，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感觉。那他的歌曲呢，我觉得只要说到歌名马上就好像听到这首歌了，当你爱你、月光、花的嫁纱、 Honey、 哒哒哒、睫毛弯弯，然后爱的天灵灵，还有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天哪，一讲歌名然后马上头脑就会出现那首歌，尤其睫毛弯弯，睫毛弯弯眼睛眨眨，整个就是回到那个轻松快乐的年代。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那
么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样也是我非常喜爱的团体，叫做 FIR，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换了主唱，这点我觉得非常可惜。我喜欢的是有菲儿的 FIR 啊，还记得以前我们流行买专辑之前要提前抢预购礼哦，那个时候预购有的还会送限量海报，像我房间至今还贴着 FIR 第二张专辑无限的海报。从他们走红到主唱菲儿退了团，一路上所有的歌一样，拍拍胸脯跟大家说我都会唱。那么2004年出道首张专辑呢，一样也是同名专辑，第一首主打歌就是搭配八大偶像的斗鱼片尾曲 Lady Eye， 瞬间呢成为大家都会哼唱的歌。而我第一首爱上他们的歌就是你的微笑了，刚才我们前面听到的台呼就是你的微笑嘛。那么我很喜欢他的歌词，像是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一秒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一百种语言之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亮，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我很喜欢就是我们华语歌曲这种不说明但是那种爱的感觉一直在心里。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微笑，别人都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着地球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神魂颠倒，你的微笑编织。那 FIR 它的音乐特色非常的多元，而且也很有丰富变化性，运用了很多的弦乐，所以像刚才提到的 Lady Eye 还有 Fly Away 这两首歌曾经被韩国与日本的歌手翻唱呢。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歌曲以外呢，我们的爱、千年之恋、月牙湾、我要飞、亚特兰提斯、泪光闪烁等等的，这些都是时至今日我去 KTV 还会点唱的呢。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我们的爱，这首歌真的是历久弥新，不管什么时候听，不管是单身的时候听还是有对象的时候听，都格外的喜欢。那么最后我们送上的这一首我们的爱，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也同时在这边跟大家说声再见咯。喜欢这样的节目就继续期待同一时间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经典零距离，我们下周见了，拜拜。